们离开了长城第一墩，直直的就向着嘉峪关方向在开了，然后过了这个嘉峪关到那边估计就是悬臂长城了。哇，悬臂长城这么陡峭的。哦，是啊，这爬得上去的？这也太陡峭了吧。好高啊。天哪。到达悬臂长城景区停车场。刚才我爬到天上去给你们拍了一圈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啊，所以我气不喘，一点都不喘。我刚才爬到顶还绕着上面转了一圈又下来了，是吧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打算这里晒晒太阳。怎么啦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这些又是泰国人。又是泰国人？是吗？感觉又是泰国人。是吗？是上次的那几个吗？应该不是。不是啊？应该不是。那你去问问他们看是不是泰国人，应该是啊、哦。应该是问谁？那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嘛。啊，下来一下，看他一下。看一看。马扎，听到一个。马扎，应该吧？曼谷来的。哦，曼谷来的，怎么会到这边来玩？是前面在哪里玩？马东，马格托卡，马格托卡，你俩都是马东。哦，他们是个旅游团。偷来一个。八天啊，四门哈，八天，兰州，乌鲁木齐，兰州，ไปจนถึง乌鲁木齐，普尼。ไม่หลายวันวันวันนี้วันที่สามแปดวันเลยห้าวันแปดวันอ่ะ还有五天呢 OK 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จากไหน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ฮะ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มาจากคอนฟอร์ China China นี่ใช่ China แบบ what 哪个城市杭州杭州 you know 杭州杭州水杭州水 OK 买三铺太大哦你杭州旅店ที่ไหน连在泰国哦泰泰国杨千买千买泰龙莲龙莲ชั้นไหน ชั้นม.สองเลยครับ ม.สองแล้วยังต้องกลับไปเรียนอีกไหมคะยังต้องกลับไปเรียนอันนี้ปิดเทอมเหรอปิดเทอมครับOK 啦 ，Good luck， 拜拜，拜拜。他们多少？他说要四万五啊，四万哈嘛，是吗？他说他去算了是五万。哦，五万。大概五万。他们这样来一趟要花五万块钱，五万泰铢。五万泰铢。八天。八天。哦，泰国这样玩一趟要五万泰铢嘞，跟妈妈说。他们泰国人，你知道这样来玩一趟花多少钱吗？真
8天50000泰铢。这么贵？我也要的。他八天，他是从兰州，然后到这里，然后到乌鲁木齐。他们还要到乌鲁木齐去玩。一万块钱嘛，含机票了嘛，我估计啊，还可以啊。不行，要的那么远。嗯、对呀、啊。像我们杭州过来这里，你觉得其实主要是路费，吃饭是便宜的。对，住也便宜的。住也便宜。吃住都便宜的，就是路费高。嗯。嗯，就是这辆大巴，一辆大巴哦，敦煌，那太快，还要去敦煌嘞。拜拜拜拜拜，他们都是曼谷过来的，公客说是，我还是能跟他聊两句，我也能听懂。我也能听懂，但是细节就听不懂了。西门哈我听到了，然后后来他说哦我记错了是五万，等等牛牛说的，我听到四万五嘛，是他五万呀、他们记错了，是行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好，我们去下一站是哪里啊？到还挺爱旅游的，玉门是吧？我们上次也是两个啊，也是泰国来旅游的、对对对，而且他们也是老年团，我看还行，有大部分年纪，但年轻人没有时间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偶尔有那么几个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出发。刚刚从长城第一墩那个地方出来啊，我看到一块牌子，车子开过去来不及拍了。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外地车辆到甘肃旅游，轻微违章，叫只警示不处罚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做的真的是牛逼啊！你外地车辆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说是轻微的违章，他就是警示你一下，不处罚了，做的确实大气，真的大气。旁边那个结冰呢，看得出来是有冰层的。到达玉门啦！哎呀，好，马上进入玉门的市区了。这几个城市看起来都建设的很接近啊，对，很类似。而且我觉得越往这边开，反而。好像这个树啊什么更好呢，啊，树是多了是吧，觉得绿的都来了，绿树都有了，绿树。对呀、我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绿树了，一路过来。玉门原来是石油基地，就全国各个地方的油井里面都有玉门人，很厉害的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到了市区的玉门酒店，是这家星辰酒店，然后很热闹，这边串串火锅、天福会什么，然后这边好像就是个大商场。我们过会下来，我到超市里我去买点东西。哦，时代购物广场，厉害。好，先去办个住。哎呀，好嘞。我的名字有住到是吧？好，来入住了。这个酒店又是200来块钱，它的标准的房应该还不用，200还不用。我们订了个家庭房，啊，就这间家庭房，所以200多一点。这个是23年开的，新开的。我们现在它 APP 上可以选择，你要新按新旧程度排，或者什么排都可以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哇，不错。哦，一张大床，一张小床啊，可以听啊。那我们吃饭去啊。嗯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啊，洗手间。好，走了，吃饭去。哎，我还没出去呢。
我先走了啊。你让。你进去好了，没事的，我走了。不用让，不用让，再见。人通过了啊。现在像这一类的酒店，外卖员都不让他们上楼，直接就送到大厅，然后就有个机器人一间一间的去送外卖去。机器人可搞笑了，是哪里？就在对面啊，真方便。走，那 KTV 呢 ？K 歌呢？我们唱歌去。哪里啊？那旁边还有炒菜呢。塞上江南宁夏风味，还有宁夏风味。光头烧烤，那那个楼上有 KTV。要不弄两个炒菜去吃啊，清蒸嘞。可以啊。好不好？吃完去对面买东西。哎，我们就这里吃点吧，好不好？商场里吃嘛，还不如这里吃嘞。那里还有什么干锅、火锅？火锅就不吃了，炝锅鱼，我们就这儿吃吧。羊羔肉、大盘鸡、炒烩肉，哦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哎，好，你好，三个人。三个人。哎，三个人。找个地儿坐。哦，里面的菜出来了，我们坐哪里？我们坐哪边？啊，就坐这些。我们，好，就坐这儿吧。好嘞。哎，生意不错，可以。哎，好。哦，烤肉也有。哇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先给您上壶茶水吧，这我们宁夏八宝茶，看您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吧，来一口吧，来一口吧，来吧，干嘛不要？羊肉串、烤羊排，哇，烤肉筋。到新疆是不是全是这些东西了？离新疆越来越近了，是吧？烤的东西也多，烤羊肉。来来来来，30块钱，实在3块钱也算菜。来啊来啊，要。烤羊排，哪个烤羊排？我还是吃羊肉。烤羊肉，羊肉吧。我也想吃羊肉，烤羊排不麻烦。点上两个。烤羊蹄可以的，我要一个。那我也要。那么两个，丹丹要不要？我也想吃。那么就三个。羊肉串我不要了。那羊肉串不要了，对，烤羊蹄吧。羊肉串就不要了。哎，羊肉串不要了。这个就给你取掉。好，谢谢。真带劲。小鱼。啤酒有吗？有。有什么啤酒？乌苏百威、乐宝、雪花、青岛。乌苏百威、乐宝、雪花、青岛，青岛吧。可以要几瓶？就一瓶就可以。蟹肉也有，烤什么？比这个蟹肯定蟹。螃蟹肉啊，那得蟹棒是吧？蟹棒，蟹棒，蟹棒不要。蟹棒不要。烤狮子头。又有羊头。烤羊。不不不，羊头不要了。哇，400多，我们肯定吃不了。哇，那也不要半个羊吧，那是。他这个有。再炒两个菜呗。嗯。再弄两个炒菜呗。虎虾就海鲜就不吃了吧？嗯。海鲜肯定不行。对。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你们推荐的菜？哎，西域囊包肉呢？你要不要吃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东西？囊太饱了。我觉得这个还行啊，小花卷焖牛腩。好好好，来一个牛腩。好，来点，先点一个。好。我们这边就是宁夏特色手抓呀、炒肉片、爆炒羊羔肉。啊，就这些东西。对，然后就是一些家常炒菜。啊。羊锅。来个鸡蛋吧，我想吃个土鸡蛋。土鸡蛋，没了，它有个土鸡蛋，辣爆。你说的这个，哎，这个，不过现在就是没有沙葱了，因为还没到沙葱。沙葱是什么？沙葱是属于一种野菜吧。那现在是用什么？放什么？现在没有，可以用韭菜或者是小葱给你们煎成这样，它不是炒的。我本来炒的味道不一样。韭菜吧。用韭菜给你。韭菜炒一个，好。我也行，差不多的。你们然后就是今天带鱼比较新鲜，就是我推荐。然后一个在的就是我们一个宁夏特色凉皮、凉粉。啊，凉皮、凉粉。对。这些都不吃的。对。啊，这些炒鸡蛋，它那个是蛋饼是吗？我要蛋饼。对。煎那个。好。味道是一样。韭菜炒香干。什么汤来一个吧？汤。好吧。你们可以尝我们的汤面片，就是汤带主食的。
汤面片是哪一个？或者是疙瘩这种，就是哦，有素的，有羊肉的，有鸡蛋的，不同的汤面片。要不要弄一个试试啊？或者就是这种拌汤，就是有点像那种疙瘩汤。酸辣拌汤。不是两个烩面。然后这个面片就有素的，就是酸汤的，嗯、然后羊肉的和鸡蛋的。啊。看你吃哪个，像你们如果点羊肉了，你们点肉了，你们就吃素的。酸辣拌汤，要么来一个看。拌的，看就是、这两个都是面食，不过是这个是面片，这个是那个疙瘩汤，疙瘩的好吧？可以啊，疙瘩的来一个吧，这个尝一下啊。就先这样吧。好，那我直接先给您上啊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哦，可以。嗯，哟，这里它都在煎饼。这个是什么饼？这个是玉米饼，感觉像。好，茶配啤酒，今天你们知道了吧？我又对胃口了，因为看到那个有烤羊排，哦，不是烤羊蹄，哎，那个就比较带劲。我们这个点的是什么？牛肉花卷。牛肉花卷旁边有花卷啊？这不就是花卷吗？对呀、嗯。我还会在花卷。我以为是牛肉卷起来，牛肉卷了，以为是。牛肉焖花卷。嗯，牛肉焖花卷，好好好好。那怎么吃呢？花卷包牛肉还牛？用嘴巴吃。废话嘛，这是我也知道。哦，你这个方法倒好，搓，哦，这样夹是吧？肉先搓，再夹花卷。辣，完了，那牛你完蛋了，辣。那都是我的了，怎么样？辣不辣？能接受吗？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辣椒的原因？嗯，辣不辣？还好，看它的样子应该还好。如果说是，如果是很辣的话，肯定要吐出来了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人家现在吃辣的那个太多了。到西边来，相当于是磨练一下，那辣就很厉害了啊。嗯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挑战重庆、四川、成都、重庆都这样，就是挑战过去。那这一结束直接去重庆，就是吃他们那个火锅是吧？对，再吃火锅我们就不要那个了。哦，不要呀，这么大一碗。嗯，还有这么大。我们上次在重庆，全店就我们一桌点了鸳鸯的，被人嘲笑，被人看不起。下次就我绝对不点鸳鸯。羊蹄，羊蹄来了，发财了。来，牛，你现在来羊蹄。辣椒有点大，他们的辣应该还好啦，他们的辣我能接受的。蛮厉害了。他吃辣现在已经可以了，这点这个辣是能接受了已经。好吃吗？哇，闻着这个味儿就好吃。行是吧？行。嗯。这个可以的。吃辣就很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、啊，好。烫是吧？我来，羊蹄。看羊蹄上没有水过的。嗯，好吧，算了，我用手吧，这多麻烦是吧？用筷子。你们餐厅死了，你这个。嗯，我跟他要一下。没事，我拿出来吧。好吃。羊蹄超好吃。嗯。我还有骨髓呢，嗯嗯，这边吸不出来了，嗯，好吃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酸辣拌汤。哇，这么大一碗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这一家是宁夏菜。其实说真话啊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什么青海、宁夏、甘肃，我们分不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们是分不出来的，它的菜的这种差别，不知道。有人说你们怎么不做功课呢？这么多吃的东西做得过来的功课，看到啥吃啥不就得了吗？还做啥功课是吧？哎，看到啥吃啥，好吃就行。但到了这边就要吃一些我们那边没有的东西，主要是这样。然后关于是甘肃还是宁夏还是青海，说实话真的没法分辨。我觉得都好吃，是吧？做功课，嗯。都是网红店，它不是路边的那种好吃的小店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意义不大。
所以我们出来基本上你看就是到酒店边上看到，哎，这里有一家不错，哎，开车开过去，哎，我觉得这家还不行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我们喜欢是这样子的吃法。你说去做了功课，就是我说实话啊，就可能也得罪人，但是我是说实话，就那种很出名的什么百年老店啊，然后做到什么连锁啊，我就觉得里面东西不行了，不好吃，我每次去都觉得不好吃，然后就反而往往惊艳的都是这种路边的小店，都不是说很有名气的这种店，进去的东西会让我惊艳。就包括我们这一次路上不是和卡车司机一起吃的那一餐吗，他的那个大盘鸡味道很好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非得指定哪一家的大盘鸡好吃，我觉得不一定，我们把鸡肉全部吃光了，对吧？土豆啊什么实在吃不下了，鸡肉什么都吃完了，所以我们是喜欢随机的，想进哪家店进哪家店，好吃哎我们就好吃，那不好吃嘛，哎，上当呗就上当了，是吧？就这样子。嗯，我再来吃一下这个，这个叫什么什么汤来着，很好吃啊，这个很好吃啊，超好吃。好，我来试一下。嗯，看里面有番茄、鸡蛋、豆腐，很做番茄了。它的这个红是番茄红，它不是辣椒。对对啊，烧豆腐，然后打上鸡蛋和面疙瘩。面疙瘩我没吃到嘛？哦，有，我看到有了。我是没有。嗯。真心不错，真心好吃。包括上次我们去天水那个路边那家八大碗，哇，那个老板娘给我印象还特别深，她烧的东西也好吃，就是量大，都太大份了。今天我们斗胆点了四样东西，吃是肯定吃不完的，但是我要尝一下，对吧？哇，这个羊好吃啊！饭店人好多啊！我一嘴的羊肉，问你，哇，看着就刺激。真的看着就刺激，特别好吃。它的这个羊蹄啊，我一直有骨头。它外面的那一层胶质，应该是胶质，吃起来真的是特别好吃。到嘴里，你说是像肥肉，它不是肥肉，但是它是一层胶质，哇，这个吃起来不得了。这个超好吃。嗯。真的超级好吃。我们再去吃吃别的地方的羊蹄。对，超好吃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全是这种胶质，哇！你吃的胶原蛋白满满，一下子你年轻了30岁哦。真的呀，马上就只有跟牛牛一样大了，是。牛牛以后要叫我妹妹了，是吧？问我的。我吃的话，我不就变婴儿了吗？哎，对，你吃的就变婴儿了。好吃啊！对，这个拌米饭好吃。你这么大一碗，你分我一点吧。你吃得下吗这一碗？那我就单独叫啊。吃下。那我也单独来一个，你帮我叫。这个拌饭真的很好吃啊！面疙瘩拌饭，面疙瘩拌饭，对啊，对啊，他说这是主食啊，这是面疙瘩呀，它是打的比较散，它肯定是面粉倒进去的时候里面。对呀、就着米饭吃包子是吧？好了，吃饱了，再买个单。你好，买单，多少钱？充电宝换一下。充电宝是直接插进去就好了吗？对，直接插进去好了，我不用操作的啊。不用，它直接自己扣费。啊，好久不用了，不会用了。290，我扫你。哎，你扫我哈、OK。二百整，不是290。哎呦，这个门从哪开？哎呀！290的话，我就觉得这里的物价就有点贵了。200整的话，那我觉得这里的物价真便宜，是吧？又喝啤酒是吧？又来茶的是。他刚才说290，我听了个290，我在想290的话有点贵的，这里物价。是啊，200整最后是。啊，我们到这里，时代购物广场。